转到二号位，这球从比赛的状态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还是要慢跳，三个人拦网，好球啊！哎，对方助网了，好球，我觉得单人拦网，好球。对，就是乱的情况下，这种球的转移，伊里哈发球。三点攻，朱琳加进来防守，给龚湘雨，好球。的时候或者一些困难球的时候，会采取一些主动吊球。他吊在我们，咱们自己看前两局不行，他马上在第二局的后半段就进行了这种换人。他在这一局呢也是，好一传，二号位，好球，好球，想极力的调动一下小雨的整个状态。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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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可以看出，好球！漂亮！这小雨渐渐的还是要把握一下。多打他们两个，虽然他们拦不着，也会破坏他们一些进攻的一些节奏。好的，这是七级的小主攻，所以你看我们的发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，我们就发前区，发到他腹。金英的身高1.83米。好球！好球！建准的二号位，好球，好球，哦，漂亮的空投球，前打了一个背后球，晃掉了篮网。今天是我们今天传，而且关键在前面几场比赛当中啊，小雨的后排保障是做得很不错的，对，他的一传啊、防守啊，包括跟吊啊，都是表现得很不错。好球，上来就是一个德比式的这种打法，不换位，都没有大跑动换位。好球！又来一个，好球！好球！漂亮！一传直接过网。好球！你看，对方的副攻根本跟不上。小雨，其实面对这种单人拦网的时候，这种球，好球调的。哦，好球！漂亮。